你赶快放了明月救人，快点！不许吃，不许吃！你疯了！谁敢上来，我就宰了谁！你，住手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！任豪大哥，赶快救救明月！任豪，哥，那个贱人敢背着你偷人，还要跟杜怀去私奔！你给我闭嘴！把明月给我放了，把他放了！不能放！快去啊！哎，快！谁要敢去救他，我先打死谁！任杰，你想害死你大哥？那你打死我，你打！哎，任杰，任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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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少爷，少爷。你是不是都没有人去啊？任豪，都站着干什么？快，快给我放人！这边死人呢，快点，快点，让我救出来！快去！扣人，扣人，扣人，扣人！来人啊，来人！任豪，浩然，大爷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大哥，我去给明月拿药了。下人看着，你去歇一会儿啊。你看你，你身子比明月还差，明月还没醒，只怕你先倒下了。要不，你回房去歇一会儿，等明月醒了，我就找人告诉你啊。爹都吩咐妥当了，没人再对你媳妇怎么样了啊。爹给你保证还不行吗？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哪儿都去不了。任豪，这都是怎么了？你们哥俩值得为这件事闹成这样吗？再说，人家也是为了你。这爹，你要是得空就差人到高家走一趟，问一下浩然的情况。怎么样？大师傅的这条腿啊，是废了，没得救了。大夫，我送你。这傻孩子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要去找任明月，你们没有这个缘分，也没这个命，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杜家出自自己的媳妇儿，你这出这个头做什么呀？浩然，我的先生呀，为啥？
好好的，他怎么会和明月在一起？阿贵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吗？夫人，本来我也不知道的，可是浩然非要你替我去苏北，接着三小姐就出事了。这么说，他和明月是存心的，他们是真的约好要离开这儿。这下好了，伤了，残了，还不能找人去逃离去。明月，明月，你别走，明月。浩然，明月，浩然，浩然。哥，你来干什么？走开。哥，哥，我亲眼看到明月和杜皇上私奔，人已经上了船上。他对不起你，对不起我们罗家。我没有。哥，你可不能生气啊！你连打我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哥。走开。你抽着他的明月是我的妻子，是玉佩由我来判断，你清楚吗？你马上给我走开，再也不许靠近他一步。如果你再靠近他，我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的。走，哥，走。从来没有过，大哥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。他爱上明月了，他真的爱上他了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差点杀了明月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这个世上，只有大哥对我最好。我只在乎他。怎么办呢？任杰，你没有做错，正是因为你在乎大哥，你才没有做错。大哥那么依赖明月，如果明月真的跟杜浩然跑了，那受伤的就是大哥啊，那现在卧床不起的也是大哥。明月，明月。浩然，明月，浩然，浩然，明月呢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懂点事行不行？怎么这样不知道爱惜自己呢？你们告诉我，明月的怎么样？让我起来，我要起来。你躺下，你不能起来。你的腿，你的腿受伤了。你们快告诉我，明月她到底怎么样了？听说罗家的少爷一直照顾着，有他的维护，明月不会有事的。是啊，浩然，有任豪哥护着明月，不会再让明月受委屈的。你的腿受伤了，一定要好好休养。浩然，
别再为难自己了。好人，你们要是没有人间遇上，你是不是也要带着明月离开？走了，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大娘。决然而去，一点留恋都没有。我难道就这么不值得你们停一步吗？少爷，该吃药了。小香，你说什么是爱？如果我伤了、残了，甚至瘫了，你还会在我的身边吗？为什么？小姐吩咐过要照顾好少爷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我就当你跟我想的一样。感情这东西啊，真的是折磨人。想不到任豪哥对明月是真的好，好的情真意切，这是当初我们大家谁都没想到的。老天把明月跟浩然拆散，但是让任豪哥做她的丈夫也算是一种补偿。我真的好矛盾，我真希望跟任豪哥的约定永远不要履行。是什么约定？
等店铺开张之后，人手可能会比较紧，到时候要从家里这边调。这些啊，让任杰去处理就行了，别烦我。等好，爹。王大哥，我说是，有什么事儿让下人来说就行了嘛。明志，我跟爹有一些事情要商量，你们的事情一会儿再说。正好，来，坐，小心点。哎，正好，什么事儿这么慎重？是不是哪不舒服了？啊？这是小叔，我要休掉明月。也好，事情闹成这样，我也不赞成你再关心他，这样也好。那等明月醒了，我。说什么呢？以后不准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啊！这一天早晚会来的，我不把这些事情安排好，我死都不安心啊！任好，爹，我的身体是看不好的，这一点你很清楚。任好。听我说完，我就说一回，我把话说清楚。自从我知道我时日不多以后，我怨过，恨过。不感谢我自己这么年轻就走了，我不放心你和人杰，但是经过几次鬼门关的来回，生不如死的苦痛，我想开了，大限已到，要走的谁都留不住。本来我的心是很平静的，但是明月来了以后，我突然之间不愿死，我不想死。多么希望我自己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，哪怕是三年五年也好。不是，哪怕是一年半载都行啊。本来我的明月娶进我家，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任杰做错了，可是现在我对于这个错误有说不出的感激。自从明月来了之后，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是快乐。什么是满足，爹，也许你不能感受到我的病愈。
来的珍惜和感激，但是你一定要理解，一定要理解，明月没有亏欠我们，他明明知道我来日不多了，可是他一样无怨无悔地陪着我，他尽心尽力地照顾我，他没有说过一句怨言，都是我们，是我们罗家亏待他的。我想，在我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上面，有他能够陪伴我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的遗憾。我的心里面实在有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感激。任豪，爹知道，爹不会亏待他的啊。爹，我想，唯一可以善待他的，就是让他离开这里。有人皆孝顺你，我本来可以无牵无挂的离开，但是现在不行了。我牵挂那个女人，我担心我一旦离开了，她会无依无靠，她会孤苦伶仃，她会被人欺负，我不放心。所以我请求你，我走了以后，你给他自由，让他离开，他想去哪里就让他去哪里。我不想，我不想带着这份亏欠走进我自己的坟墓，甚至不想带到我的下一辈子。所以，如果我跟他还有缘分的话，我还想跟他下一辈子在干什么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住手！爹，儿子不孝，儿子没有办法孝敬你、照顾你一天，儿子实在对不住你。但是我只求你这件事情。求你成全，如果我们有来世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好好的伺候你。爹，好，爹答应你，爹答应你。人很好，
我不是存心的。我怎么会想伤害你呢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着了什么魔，我一定是疯了，才会做出这么疯狂愚蠢的事。你要醒过来啊，你可一定要醒过来啊，就算是为了继续恨我，你也一定要醒过来啊。你在干什么？哥，你已经两天都没有休息了，我想来替替你。不用了。药呢？哦，林姐送过来，我怕凉了坏了药性，当时就给明月服下去了。哥，我能多陪陪明月吗？我真的希望她能赶紧醒过来。哥，你就那么提防我？你明知道我对明月的感情不一般，我正因为我知道你对明月的感情不一般，才让我更担心你心情急躁，处事极端，非爱即恨，想得到的就一定要得到，得不到的就更糟糕。伤人有伤己，人杰，你说大哥我怎么放心把明月交给你照顾？哥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出去吧，我想靠一下。哥，还是让我出去吧。仁杰，你要留心明智，能行的不能行的你自己也要判断。他对你对罗家都很用心，但是不要让他再靠近明月，一步都不要。记住了，私奔？明月和浩然，他们有这个胆子啊？要不这样，罗家能把高明月绑庄辰河？可是既然要走的话，为什么不在成亲前走呢？非要等到名分定了才走？不是说罗仁豪活不久了吗？一定是弄清楚了状况，与其守寡一辈子，还不如早早的跑了呢。不过浩然这次的算盘可打歪了，报应。明秀，你现在说这种风凉话，心里肯定是吃味儿吧？我吃什么味儿啊？杜浩然宁可跟别人的老婆私奔，也不愿意听你娘的吩咐娶你这位高家大小姐，你心里肯定不好受啊。照我说呀，浩然这回是运气不好给逮着了，要是真听了你娘的话娶了你，也照样没有好下场。你说什么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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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爱跟谁跑跟谁跑，你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？可不是嘛，逃跑私奔的人可多了，眼前不就一对吗？不过啊，浩然比起你这个师傅还要有出息，他要拐的可是人家正房夫人，不是人家的小妾。高明秀，你干嘛？行了，我们面对的是罗仁杰，怎么能窝里斗呢？大小姐，坐下行吗？雨珍，哎，这和美堂店面已经装潢好了，原料面料也都齐备了，但是这黄浦城找的那些人，我不知道会不会马上就能上手啊。这饼铺一旦开了张，要是一下子打不垮高家饼铺的话，
那笑话可就大了。所以我想跟罗仁杰谈谈清楚。还有分配股利的事。那倒是，既然要做就不能算糊涂账。大师傅，二师傅的人选我已经有了，不过我要占股，这个人得算我的。谁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我想夫人不方便去看，就找人把它画下来。连大海的手还能作笔吗？夫人，他现在的脑子应该比他的手更厉害，浩然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他们几时开铺？啊，就快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哎呀，浩然已经伤成这样，谁还有心思谈这些东西？阿贵啊，你吩咐下去，谁也不许在浩然面前提起明月，要是给我知道了，就卷包袱走人。你也一样。是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你躺下。啊，躺好了。烧退了，烧退了就好。大夫说，让你烧退了。醒过来了，就好了。你可把我吓坏了。你一直都在这儿。嗯，就像你陪我一样。我没有想到还能有机会来照顾你，真好。手好热，我很好。来，不，你很不好，你要回房休息。我真的很好。不好啊，阴是内收，阳是外围，肺为之恶，恐怕。大夫，救救我儿子！我开帮进人是吧？啊，你这。来，夫人请。好的。仁豪，爹，别费事。任豪，
任静，任静，替我照顾好爹，要尽孝，要尽力。可你要看着我，我一个人做不好。姐对你的心思是吧？你能接受吗？
没有余地的时候，才看得心痛。幸福原来离我们这么近。走得很潇洒，无牵无挂，但是现在我真的舍不得你。我真的不忍心在这半年里边让你遭逢两次丧事，但愿可以陪在你的身边，保护你命运，我希望我可以做得到。认识的太晚。